我的名字是快乐罗杰斯，今天我的妹妹小蜜蜂要给大家表演。我的名字是小蜜蜂，我7岁，今天我要给你们表演。门后有个人，手里拿个盆，砰的一声响，是盆碰了门，还是门碰了盆？你比较喜欢英文还是华文？我两个都非常非常喜欢，没有一个我比较喜欢。书法是一种中国艺术，它和中国文化一样，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。我很喜欢中国文化，所以当然也很喜欢中国的书法了。我最喜欢的中餐是饺子，尤其是小笼包。当我和我的家人有空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去鼎泰丰去吃一些小笼包或者饺子。我觉得学习华文其实不是很难的，因为我很喜欢华文，我很喜欢学习华文，我从小就开始学习华文。